谁在大喊大叫，吵得我小丑睡不着觉？哇，这又来一个！你要干嘛？你为什么不戴面具？你为什么不戴面具？不是，你太丑了！你为什么不戴面具？我太丑了！你为什么不戴面具？我的面具刚刚被他吓掉了。你是谁？你这是绿毛龟。这是谁？这是我们的同伴六偶之偶一。六偶之一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你叫小鬼。对，我叫小鬼，他叫小甲。OK， 小甲。你看。天哪！你们在叫什么呀？别急别急，再拍也要开心呀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单位还有这么好看的员工，我一定要到这儿来上班。我不好看吗？你好你好，我是今天来找工作的。你好你好，这位小伙子来骂爷仗。你好你好你好，您在哪个部门？先别骂了。